潘罗罗同学过来找杨过过同学。这个杨过过同学好像也没啥反应啊，他过来友好相处啊，友好相处，友好的相处他俩才行，纯属是友好相处，真的不打灯也行不行，不打灯回来看来打过来了，看看结果了。咦，这个盘罗的同学过来打算干嘛的事情啊？凑在这个喷水的地儿待一会儿。这同学基本是不动的，这个杨过同学基本是不动的。这个同学好像也要出来动了。这个现在应该叫什么呢？破罗罗，这开了个洞啊，他的家开了个洞，开洞洞，开洞洞同学吧，这个叫开洞洞，潘罗罗，杨过过，还几个小罗啊，还几个小鱼，小小鱼，小小的鱼，抓子西海岸，因为长得挺大的了，抓的时候更小，跟没有一样。啊，哎，另一条斑呢，一小斑。不大的，找不着了，算了，没关系啊，没关系，可能是龙头在这儿。嘘，这个盘龙的同学现在长火气了啊！盘龙同学打算运动一下，转个圈啊，好，运动一下啊，走一圈，走两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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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打算走两步啊，不动了。这个盘罗的同学还不动了。来，拿针。你打一下。为什么不动了呢？把血打出来。哦，继续动。可能他想在这儿待着。开洞洞，小洞洞，小洞洞应该走两步，走两步，走两步，不走，不走拉倒。这小弟啊，你这直接变成小弟了。哎，潘罗罗跑这儿了，谢谢你，潘罗罗跑挺快啊。同学们，这个罗正在跑啊，你们要不要过来看？这个潘罗罗正在跑啊。这个寄居蟹，他打算爬一下，打算上岸吗？行，走了一圈，每天运动一圈不错的啊。运动一下是，我运动一下有好处。怎么住呢？这个方向应该还可以，这还够，不用脚后抬着了，打你屁股后边了。回去了，不错，进行了侦查工作，这个潘罗罗，然后慢慢爬回去了。这个潘罗罗同学进行了一下侦查工作，过来吹吹这个，过来洗个澡嘛，就是想。好了，他经过了杨过过，打算回去了，打算回去了，不去了。